第四回合的资格赛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啊。请看第一个提示，巧克力饼干想到什么？巧克力饼干。第二个提示，再看十秒。不喝水，谁跟巧克力饼干有关？不喝水看来是个有生命迹象的人。人？答案几个字？三个字。三个字。巧克力饼干不喝水。人？下一个提示出来可能就出来了，小心哦。何子妍，加油了，何子妍，你最后的机会。第三个提示，请看十五秒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是不管怎么样，我就先按，已经没有希望了，你知道吗？何子妍，你发达了，你答案是。等一下，我还没看。没有等一下，没有没看，没有等一下。无尾熊，无尾熊，无尾熊，答对没有？恭喜答对，谢谢成功。何子妍，终于，终于，血池，来进行何子妍的九个公立赛事机会。何子妍同学，文化大学戏剧系毕业。今天呢，终于站在这个位置，我相信呢，我们为您准备的这套题目，终于可以让你看到了。不要说你高兴，我们才高兴。很难哎，那我说魏根准备一个题目永远用不了的，也是哈，真的笑死人了，经纪人都无地自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都不忍心看我在这边了。请出示第一套题目来，请。量身打造是什么？看到没？猫狗大战热话题，两只狗一只猫，都有，有没有？对。小三命理学，因为你演过，对不对？对。动物来抓猴，因为你是抓猴过。有没有？有，他有去抓猴过，真的啊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小小年纪会抓会俩高，好厉害。丰胸靠这个哦，他这个是非常非常实用。这个又有拍过类似的广告，对不对？青木瓜，青木瓜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妈妈胸部其实很雄伟，但是完全没有遗传，完全没有遗传。所以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没关系啊，来，短裙曝光危机，短裙是你最喜欢的穿着，可爱小粉红，你是粉红控，对，代替月亮惩罚你，你喜欢美少女战士，美少女战士，SHE 的铁粉就是你，没错。你觉得从哪边开始？丰胸。不要，这没资格，没资格。我想可能今天是动物的主题嘛，我选一个猫狗大战热话题。猫狗大战热话题，请出题。你是猫派还是狗派？根据社群研究调查，猫饲主们最关注宠物用品，那狗饲主们最关心什么事？A. 宠物食物 ，B. 宠物医疗 ，C. 宠物用品。食物医疗。猫饲主关注宠物。我的答案是宠物医疗。医疗，请锁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狗狗我自己啦。比较多。最因为看医生很贵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就是我会很注意狗狗的身体健康，然后我觉得用品跟食物那些就是蛮基本的。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医疗的部分，因为像我家狗狗只要眼睛稍微受伤一下，看医那个治疗眼睛非常非常贵，最近才刚治疗一次，动手术要40000多块。对，就觉得哇，真的是要好好的保健一下，就是我会很注意他们身体的东西啊，很贵，真的很花钱。请揭晓，是不是医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恭喜答对，很厉害。哎，在这边跟坐后面有没有比？有没有有不一样吗？差很多，然后后面就是很没事做啊。好，我现在冷静。毕竟后面有两位。听我们的感受，出不去。不好意思。好，这个是根据网络温度计上面的调查发现啊，一般的饲主呢最关心的就是宠物医疗。那么宠物医疗的部分呢，现在大家讨论中医的比例也越来越高。很多人就说，一开始呢这个宠物都去看西医，那有一些狗狗或者是小猫，它们双脚已经瘫痪了，结果没有想到改去看中医，做了针灸之后呢，居然又可以走路。然后有些人是说呢，自己家里头猫小孩去看中医啊，接受了中医的治疗之后，气色好像变好了，所以也让中医现在变得在宠物医疗的市场里面蛮夯的。那么他们当中比较多副品的是来自于宠物美容，因为宠物美容呢，几乎大部分的宠物都会需要，价格也不是很便宜，而且呢，有时候又不小心被剃毛失败啊，或对那个宠物很粗暴啊，所以就会让饲主是觉得比较不喜欢的。好，选择你的第二题，
SHE 铁粉。为什么那么喜欢？不知道，我喜欢唱他们的歌。从第一张吗？从第一张。哦。第一张就喜欢，然后就一直想要梦想成为 SHE 这样，就一直很想要，想要组女团，然后想要跟他们一样，就是很自然。我很喜欢他们的个性。他们太自然了。太自然，很可爱。SHE 铁粉，请你助理，难不倒你了。请问《候鸟》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哪一位团员的过往恋情 ？A. Selena B. Hebe C. Ella。天哪！候鸟是谁啊？我想想。你知道这首歌吧？我知道，真的好铁粉。跟谁过往的恋情有关？你光去回忆歌词，里面怎么可能会写？世界变迁。好，我的答案是。Hebe， 索莉。因为 Selena 是 Selena， 我记得她是安静了那一首歌比较符合她的心境，我记得她自己有填词，然后我好像有印象。她每个人的感情都有放在她歌里面哦。好像都有。哇，因为我在想到底是 Hebe 还是 Ella。我这有点难，这有点难。我只知道不是应该不是 Selena。你，所以我是二选一 ，Hebe 跟 Ella。Hebe 答对，谢颖揭晓。Ella 吗？歪歪，谁？我，铁粉，谁说的 ？Oh my god！ 哎呦，正确答案是 Ella。因为 Hebe 的感情生活都比较神秘嘛，所以呢，其实 SHE 真的很少有歌在讲他的感情故事啦。那这首歌呢，是出自于 SHE 他们的第七张专辑《安可》里面的歌。那这个呢，是周杰伦他听了 Ella 过去的一段感情经历，然后有感而发，帮他写了这首曲子，由方文山填词，纪念的是 Ella 过去的一个感情故事。今天的女生表现，我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难过。来，马上进行非常感人的终极惩罚。很好，今天的男生普遍表现的都不错哦，都不错。自己拉，要不要这里？要拉。哦，听到那个扎实感，好扎实啊！哇，风格好明快。他没有女生的男人勇敢那种哎。我们开播这一年来最不扭捏的女人，利落哎，最不扭捏的女人，非常好。陈哥刚刚是加长吗？我有两下，你有三下，我有三下，好，来，拿呢？哦，很长哎，陈哥，好，回来一点，好，再来再来一点，好放，有感觉哈，但你知道我是干嘛？有感觉，你知道我是干嘛？哎呦！再给他们掌声，今天掌声给所有的电视专辑的朋友。何子妍可不可爱？可不可爱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可不可爱？谢谢。Song of my life， 对不对 ？Song of my life，OK。好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把《全民新攻略》当作你的宠物，因为我们会天天陪着你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，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赶快来订阅哦。